糟糕，豆豆好像生气了，惹不起，惹不起，溜了溜了。这只狗继续这么养下去，它死的概率很大。原因很简单，早晚有一天它会咬这个小孩。至于咬的后果如何，看运气。从视频中看，这只牧羊犬根本不把小孩放在眼里。狗是由狼群演变过来的动物，天生就会在家庭里面衡量自己的地位。它认为自己的地位比这个小孩高，小孩抓它尾巴，立刻生气，准备咬人。之所以没有下口，是因为大人在身旁，在他心目中，大人是头狼的存在，他还是需要给头狼几分薄面的。但是某一天大人不在身旁，小孩单独跟牧羊犬相处，又想挑战他地位的时候，会非常危险。牧羊犬他的控制欲天生就是比较强烈的，他心目当中小孩地位没有他高的时候，他会想办法去征服这个小孩。狗想征服靠什么呢？唯一能靠的就是他锋利的牙齿。所以狗主人心别那么大，哪怕是再温顺听话的狗，都不要单纯让它与小孩相处，因为那是用小孩的生命做代价，正在玩命。